很烂。没有没有吧？他们好像没有吧？没有，好恐怖哦！我开台了，等一下、哦，我看一下我的 FB， 啊，怎么突然那么安静？啊等你啊！在调设定。啊，汇款，汇款的部分吗？十块钱，我去台北再给你们了。好，耶耶，大家都开了吗？亏了，我亏了，你也太困了吧！天，有人被霸凌了，主就被霸凌，开了啦。喂，安安。大家安安，我真的没有遇过 DC 把我静音哎、欸嗯！我刚刚想说奇怪，我头像怎么没亮了？哦，好恐怖！我区域换一下好了，我们去甲潘，甲潘吗？我们去赏雪，可以可以。嗯，我按了没反应哎、欸。哇，甲潘，哇，他不让我去甲潘、欸，是我钱不够。你有打第三季吗？你可能要隔离时间哦。我还没满两那个可以打第三季的时间。我还有、哦、我还有十天就可以打，可以打了，还没去。我也不知道我还满了没、欸。你要好想去台北，你看卡片啊，卡片上面的记号吗？哦、嗯，我最近那个哎、欸，我们家附近那个来有确诊出足迹，而且是很近很近很近的那一种。Oh my god！ 哎、欸，我也有出门吗？嗯，哎、欸，我家在隔壁巷子哦。哇。对啊，就是隔壁巷子那种的，我就说，哇靠，不是吧？台南呢、欸？哦、嗯，在台南是真的蛮稀奇。可是说实在，我住在台北，真的就是没办法，哦、我这边真的几率很高。哦、那就可能跟喵哈有关系吧？哦，就是、哦，真的哦，是哦 ，no， 对，会吸引。还差一个谁没进来啊？哦，团进来了，我进来了，进来了。是我哦，波波，波波也是台南人嘛，所以你应该知道台南最近也开始突然没错没错没错，恐怖哦，不敢出门了，大家晚上好，这是一个天气冷，嘿，寒流又下雨的一群人围在这里画画的一个台，待会白痴哦，我跟黑羽撞名啊，你跟黑羽撞名，黑羽撞名。他身上必卡锁必卡团啊白痴啊、喔、必卡团都在三重那你要换一下嘞哇那你要换小光是选我头像了头像有得选吗有啊可以啊可以甩啊可以啊可以甩 啊算了不想甩了我就喜欢干鸽子好当鸽好的是说那个黑羽怎么那么多绰号？有三重阿恰，又有三重地卡，还有拿烟烫人的烟烫人，烟烫人这个是什么？黑羽之类的，我称号蛮多的。嗯，真的是称号很多的男人哎、欸，干太多事了，干太多事，干太多坏事。棒哎、欸！啊，你们都开台了吗？开了。今天有谁没开吗？卓毅，我开了。我开了，全部开了八个，直接开耶，好猛哦！我靠，大家都开台，你说我不是很常喝苦茶吗？然后他说他有跟老板说叫我看我影片，好羞耻哦！真的假的？真的酷哎，有点酷。哇，好了，我分享完毕了，我们可以继续了。啊，我想说我们那个照着左边的顺序先大概让那个讲一下我是谁哈，因为那个我们这边这次比较杂一点，那有一些观众可能不认得声音。对不起，从我这边看，嗨，大家好，我是喵哈，下一个。嗨，大家好，我是。你看会不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哪一个的？哪一个的？抱歉。那个画图的画面，画图的画面，白痴啊！跟 DC 会不一样，看 DC 了。我有没有？这才看得到你画图的画面，看 DC 画面干嘛啦？害我开了 DC 哈，我也打开 DC 啊！哎，我准备要介绍了，这不对，怎么不是？怎么撞麦？下一个秘密啦，下一个秘密啦。是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米，各位好，叫我米米就可以了。好，你好。嗨，你好。Hello， 大家好。知名 VTuber。我是小光。你每个人的话都要插话，我小光没插。等一下啦，还没到我，还没到我。没有到。到了，到了，到了。对啊，是小光。黑羽想插你。对，我是黑羽。你怎么突然想插我？你有这种癖好？你不早讲。我有。那我去你家那个和氏那边，我们可以晚上四下无人的时候。
我让你，我插到你晕船。我靠，你什么东西啦？要不要讲清楚啊？我想说你会帮我拉回来。擦玻璃，女生还是很多的、哦，女生还是很多的、哦。还要去你家帮你们擦玻璃。也这样啊。好，下一位。嗨，我是最近跟皮克斯合作的阿卓。你要解释一下哪一部啊？哪一部啊？那个十一号即将上映哦。欸、他那个那部叫什么、啊？哎，那部叫什么？你说 Plus 上面的吗？我只想到都是卓毅主演而已。对 ，Plus 上面的。哦，我看好，继续。来，毕卡索。毕卡索。哦，换我。哎，大家好，我是黑鱼，刚睡醒，谢谢。我真的刚睡醒，好累啊。我是看到明艳芳，是吗？换繁星。哎，繁星，下一位。大家好安静啊！不是，我突然安静。我在看迪士尼啊，找不到迪士尼，笑死！嗨，我是跟楼上的壮明的团团 ，Hello。哎，真的，毕卡团，真送毕卡说，而且壮明啦，我还住同一栋。对啊，哇，那是开了六天的。开六天台的那个团团吗？第七天了，欢迎七天的观众可以去他的加班台，让他再继续开下去。他从生日开到现在二十号了，好累哦。我们调整，等一下我嘴巴全部张给你们看啊，觉得很棒。明年生日，我每天都不孤单哎、欸。我每天只要做完影片或早上起床，就可以看到团团在睡觉。我在睡。都可以看到你的腿，什么宠物监视器啊？下一个，对，波波，哎，我是 BOBO， 可以叫我波波，波波，36D，没错。你跟小白家的那只猫咪有关系吗？好，对不起，是，因为我是可能是转身成人类吧，猫咪转身成人类。啊、哦！我今天麦克风一直在霸凌我、欸，哎，他一我时不时看我头像根本没在亮、欸，哎，你怎么了？可是你刚刚，对啊，刚刚确实好像你有时候你好像都没有声音，确实，哎、欸，真假？确实，我完蛋了，完蛋了、欸，那我们今天来玩。补充模式，然后现场应该只有我跟米米和繁星玩过补充模式，那是什么？其他人全部，那就是你要打开那个银行账户，然后汇款300万给喵。对，我们上礼拜玩过这个东西，那怎么办？那没有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去贷款呐、啊？那就算就每天照利息去算呐、啊。每天照利息算。你说主题是什么？给钱。高利贷，你的银行，然后汇款300万给喵哈。他们在讲话，我都没听到了，靠北。真的假的？会这样子啊、哦？有时候会盖过。完蛋了， oh. 今天是不是 DC 怪怪的？那 DC 起来的大问题。来来来，可是我刚刚听，其实都还真没事哎、欸，都还正常。对啊，还是单纯就只是黑雨怪怪。我有背，来你再一次。嗨，我是喵哈。不是太前面了，太前面了吧？换米米了，对吧？你也太前面了点，这竟然是换米米，对不对？不是，我讲，我们补充模式要讲一下，因为这里很多人没玩过，这是它比较新的一个玩法。那补充模式它全部都是画图，不用打字。那第一张它的时间比较短，那你可以就是随便画一个东西，但是你不要画太复杂的东西，你只要画一个线条或者是一个圆形或三角形那种几何图就好了。那之后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拿到你一开始画的那个圆形，那你要把它把它给画成一个完整的东西。那它示意图就有看起来。那个有一个倒 A 四，第一个人画了一个像倒 A 四的东西，那下一个人把它补成苹果，那所以他的下家又会再拿到那个倒 A 四，他不是拿到那颗苹果，他是拿到那个倒 A 四。哦，我懂了。所以每个人都会拿到，就是一开始大家画的那个倒 A 四，然后你再去看别人把你的倒 A 四补充成一个长什么样，蛮酷的，那蛮酷的。是我们最晚的那一个吗？啊，我不知道。你应该还没跟我玩过，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模式啊，基本上也不用什么主题，所以我们直接开始吧。哦，好的，直接来哦，直接来了，开始多了一些基本线条。我觉得一定会有很不妙的东西，没有问题啦。
哈哈困扰哎，我要报上个礼拜的仇，交出去了，天哪！我要报上个礼拜的仇，不用挂太复杂了，你要面条了吗？什么东西啦？哇哦！哇哦！这什么？这什么？哇！哎呦！哎呦！这个，我想一下啊，我想画，我想画，可以啦。这有点害羞哎，是谁画的啊？你不要害我被。台哦，我很怕哦。没事，我有掌握了。有掌握吗？掌握了什么？你掌握了。我刚刚才说要把谁凑凑翻。好哦，谁？我还想 Google 一下那东西长什么样子、哦。我觉得我的想象力还蛮丰富的。这什么？我该怎么画？哦，有人说那个哦，那我画画看这个好了。要多久？哎、欸，掉我是不是多画一条？一二哦，没事。啊，我画太长了，太长了，太长了。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哦，这时候画完了，我喜欢这时候等待的时间。我到底画谁？你是已经画完了吗？不是，还没，我就很刺激。你喜欢被时间压着走？对，我喜欢被时间压着走。这听起来有点 end。是，我是。只要你有这样的，他是啊，他是。我在画什么的？你在画什么？好了，我要开始倒我的油漆桶。我要倒我的油漆桶哎、欸，也可以油漆桶哎、欸，忘记了。完了，这东西这样画的吗？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完全没有主题耶，我就是看到就随便画。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凭你印象啊。我都在画啥笑？我也是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我也是不知道我在画什么的。我也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要画。没事，大家都这样。叮叮叮叮叮。耶！不管它是什么，反正我画好了。耶、yeah ！我好了。哎呦，哦，他时间蛮久的，其实。对啊。哇，我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男人啊！你好烂、哦。可是你第一场还可以，第二场你就会有了。哦，真的吗？慢慢来的，慢慢来的，慢慢累积。嗯，感受一下这个。哦。吐的死。我哎，这个是，这是猥亵。你不要把它换成猥亵的东西。哎、欸，哦，什么？这个要怎么画？这个是什么啊？我想一下哦。哦、oh, no, ，完了，我好烂哦。哦，好难哦。哎，好难哦。这个我真的想不到画什么哎、欸，完了。怎么总是有那么快画完？对啊，你们也太快了吧！有人画完了，有一个人按嘞、欸，还是他不小心按到了？黑鱼。黑鱼，做了什么？是我，是我，是我。黑鱼，我觉得很害怕。会剪精华，黑鱼。欸欸哦、我觉得完蛋了。这个、这个很适合当你的封面图。感觉很像怪怪的哦。应该不会怎样。你知道 YouTube 现在会把封面图编掉哈、这个哦？真的假的、啊？只有这件事情啊？我有被编过。对哦，我们最常被编的。我把那个跟喵哈玩2040的那个。那个影片贴图用不知火舞，然后被编掉。什么？不知火舞应该太裸露啊！那个内勒太大了，不让我放。我一直换，然后一直换，他就一直编，一直编，然后编到最后才给你。好，编到最后才给你用。我有试过，我把内勒遮起来就好了。啊，那我把内勒弄掉，他就把你编掉。啊，对你有你当你打个码，有时候他会就是可以避开这样。对，很有经验。黑鱼每次都在放内勒图。哎，没错，没错。我比较有，我蛮有，我对。那你有没有试过放男人的蕾蕾被编掉？没有，那个应该不会啊。男人的蕾蕾被编掉，好难，好难，好难过。那这样子，你知道要怎么放蕾蕾？你要放大蕾蕾的话，你就放男人的蕾蕾。搞没有？你搞不好会吸到另一边的观众哎。哎呦，到底是有机会。哎呦。哎呀，完了，按错颜色了。
哎呦哎呦哎呦、啊、我看到我聊天室好多问号我不知道啦，聊天室一直觉得我会画怪怪，没有啊，这就是我看到的第一印象想到的东西嘛，不能怪我啊。哦，就这个啊，算了，完成了，完了，来不及了我知道要加点东西，加这个啊，来不及了，难怪会说什么什么怎么办？什么？哦、这好可爱哦，这个很酷哎，我觉得这个蛮酷的，这有点可爱，好难哦，可爱。我眼睛真的画哦，我不太擅长画图，我比例抓的好奇怪啊。哎、欸，对啊，你要去买手写板没啊？我也没有手写板哎，好难过、哦。那你要去买手写板？如果这部精华突破十万观看，我就去买手写板。你会先剪掉？哇塞！如果这个影片突破2亿观看，我就买。2亿？太贪心了。就是我不想买。意思就是我不想买，被发现了。没有啦，应该是有啦，只是、我不会用。就算我拿手写板，我能改变我的画技吗？我想你可以拿来玩 in game 啊，可以训练啊，对啊，你可以 OSU 嘛，可我不打 OSU 啊，我是左撇子，左撇子可以用啊，不行吗？可以啊，可以教啊，为什么不行？我拿滑鼠的那只手很残哎、欸，那就是借口，对，就是借口。其实我画的蛮好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我用的是罗技的滑鼠，好、啊，没有了，发票给他，没事，他工伤了。半年了，对，上一次上这个上一次的梗，对，那上次就是这样子。哎 ，Ohio， Ohio， Ohio， 哦，怎么让他表现得出我想表达的东西啊？我的天哪、啊，我好笨哦！你觉得我很棒，我超棒的。我是左撇子， yeah. 对啊，我是左撇子啊，有人不知道我是左撇子，因为你跟凯奇一样都是左撇。直接放手一搏了、啊。我原本也是左撇啊，但是我改了啊，是哦，嗯，可以改的哇！我从小就直接被强迫改成右撇子、啊，对啊，就有一些家哎、欸，可是我就是有写字是右手，就长辈不喜欢啊、嗯、对啊，我们是家里是强制我改成右撇、啊，是哦，嗯，强制改。对啊，我阿妈那时候也是改我要用那个右手写，就字就变成丑。真的、欸，左手真的是可以改成右手，可以啊。可是我只有写字是那个、啊、右手，好厉害哦！啊，来不及了，来不及啦！哎、啊，哦、啊，这、啊、这、啊啊、我看到奇怪的东西了啦！哦，就是刚刚你们讲会不会飞的那个，那个线条很线条哎、欸，我的天哪！那我是不是也该跟上大家的脚步？你说被 ban 的脚步吗？不要吧，没有，我这种小台怎么会被 ban 呢？我们这个小台怎么会被 ban？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对啊，什么意思？完了，我说我啦，是我啦，你们都是大台呢。啊，我们会被 ban 吗？可是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人跟皮克斯合作、欸，哎、啊，完了完了完了，上映前这样画好像会吃。我吃官司啊！我到底画什么？我觉得画得好好啊！我是小朋友画家，我的哎、欸，真的是小朋友画家。小朋友，你要开始经营小朋友的频道。你不是水果小朋友的频道了？你不是水果奶奶吗？这个画死人哦！你们今天来。死人是好像一点都不小朋友。对呀，今天要教大家这个叫做杀人犯。我今天要来画一座阿姆斯特朗之阿姆斯特朗。还原度很高的哦。我的天啊！我的天是指阿姆斯特朗的部分吗？哎呦，从上天际了吗？哎呦，啊，就呛了。我觉得还可以加什么？完全没有想法。嘿耶！我到底在画什么？这应该不用解释我自己画什么东西吧？ Yeah. 啊， yeah. 你既然你这样讲的话，那我们要解释一下了。对啊，你都提议了，我怎么能不附和？啊，
我画的是皮克斯的2022年的新动画。哈哈哈哈我是公司宣传啊。完蛋。没有，我要开一间在台湾开一间动画公司，叫皮软丝。皮软丝？软丝吗？能吸？我要画一些很像爱那个爱沙门的东西出来。不要啦！不是，很恐怖、哦。那皮克斯会等你红了以后告烂你。保护很强。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有点难哎。哦，这个我这个我知道，这个可以。哇，这个画有点下面，这画有点下面。哦、我有想法了。对，今天有八个人哎，我就想说奇怪，怎么还在画？我想一下啊、哦，好，好，你想，你慢慢想，哎、欸，完蛋了，今天好没有想法哦，救命，救命，救命！什么？你今天应该是最轻松的啊，啊，你一定是没吃饭呢、啊，还不吃。啊，对，难怪我脑袋空空。你们提醒我要点Uber E的，该点了。你帮楼上顺便点一下。我不知道哎、欸，我很饱、哦，不用了。晚一点就有更多宵夜宵夜基金了。没有，并没有，并没有。然后这时候就开始帮团团宣传。我靠，观众是神，他竟然猜出来我在画什么。哇靠，你真是神，好强哦！要猜听得出来我唱的歌跟我画的图都很厉害。一定是用罗技的麦克风，没错，一定是罗技的。接多少？接多少？你说接多少？罗技要感谢我、欸，我一次在八个台工商，太神了！我要寄发票给他们，我是寄发票给他，这是皮克斯啊，是罗技啦，还讲错？OK， 好了，我画好了。我也画好了，我好棒，我好棒，太好了，我超棒。这跟再过去一点，确实了，这跟再过去一点，这是不是在涂点什么、啊？背景把它变成红色的，看起来比较恐怖。对，我在画 Yasobi， 对，没有了。一定是我们要怎么分？分什么？你说钱哦？分手。完成，他说没有啊，他没有跟你分的意思啊。啊，那这那这我，并没有。哦，我们还有两幅画要画，是不是？对对对，两幅没错。我目前还没拿到，会被ban台。我以为会一直接下去。有，我有拿到、哦，我有拿到、哦。他好像是接龙，他不是接龙。我拿到。我刚才说我有拿到，可是我可以把它变得很像。这条线我到底要怎么搞啊？这什么鬼啊？我要把他的画法背起来。这是什么？我想一下，你说那个东西的画法吗？不是，我这一场我画了某个东西，我画了第三次。好扯哦！杰尼龟？嗯，是海洋生物。没有，不是杰尼龟，但是它差不多的东西。我看一下，这样子，不是呢。不是啦，你们再仔细看一下。不是啦，不是。哎呦，这个怎么画、啊？完了，哪一条线是啊？这个是它的主线。等一下哦。哇，看一下。我觉得这模式真的是很欺负我们这种没有想象力的人。我还以为你要说手写板，然后我就说去买啊，是很欺负，买啊，没有没有没有，在手写板之前，我们的想象力出现了一些问题，可以训练你的想象力啊，对啊，想象力是你的什么超能力？超能力，等一下，这个厂商还在哦，真的假的？没错，雄狮啊。哇，你记得清楚呢、欸！我有订阅他们的频道，他们频道真的做很厉害。他们有频道，对他们的频道真的做很厉害。我他们的小编很厉害。有跟皮克斯合作吗？雄狮的频道真的很厉害，有兴趣的人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真的哦、没有工商。如果有工商，我也很想要。有没有人有想法？这个要怎么画？安安，请问吧。
我不懂，我没有办法。没有，没有人看得出来吗？等一下，等一下，视频不画完，不算进去。你，来不及了，我好像没有什么机会。要这个声音点啊！对对对，有人答对了，退去的观众，拉布答对。啊，有了，你们很棒。你们猜出来了，对对。这条线我真的没有灵感哎，这条线我到底要怎么画？我尽力了，我尽力了。我真的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完全没有在想。哦，哎，这什么？这什么？我要怎么画？啊？哦哦，这个。算了，不行，很想画一些不能画的东西，可是算了。哎，关太后，敢不敢画？敢不敢画？我好想象路易用滑鼠画，手好抖。你不是？你要去买啦。假如我这个精华突破十万观看的话，算了吧。他会不会剪都是一个问题？哎，妈的！我等下直接给我剪辑师，直接就剪给你们看。问了就有，哎，问了就有。恭喜，问了就有。没错，哎 ，Bingo 答对了。这应该很明显吧？它的色尾长这个样子，色尾，哎呦，色尾怎么变这样？它有色尾出现了，我想起来了，我们要宝可梦大量出现了吗？对，那个 ，Oh no， 大量出现，没错没错，你们猜的没错，没错没错，你们很棒，你们都猜对了 ，Yeah， 我的天，嗨。你怎么了？我觉得等一下看到你们画的跟我画的，我一定会觉得干，我来这边干嘛？给我们笑了。我干，我还补些什么？是不是应该还要再补一些什么东西？钱到我的银行账户、欸。我想应该是没有这个部分呢、啊。这样子、啊，没有，就想画一个很浪漫的画面，可是为什么这么的危险？这就是你的灵魂危险。好了，耶、我很难过，我很难过，我也很难过，我很难过。听起来都成果了，好期待啊！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哦，我们不是好朋友。小苹果。啊，小苹果，对对对，没有，我不敢唱什么，他都会猜这个。对，我想什么小苹果，这是我们今天。来呀，来了来了，好嘿，好期待啊，好期待，喵哈撇了，真的是我，原来是你的两个耳朵，本来是期待我画的。还蛮可爱的、啊，可爱可爱，哇、哦，这个好可爱，哇，这个太可爱了吧，神秘跟鬼一样，可爱了吗？哎、欸，你还蛮会想的，是上面看的吗？对啊，是从上面往下看吧，对，哇，哇，因为所以想杀老板的心，这好可爱，这是花，这是花园吧？哎、欸，你想象力蛮好的耶，我觉得，我觉得是那个。好凡是有 get 到我的，这我觉得有点牵强。间谍花式，间谍薯条，间谍薯条，间谍薯条，我刚出了间谍薯条。哎呦，哎呦，完蛋了！哦、原来池城里的这有花粉补汤哦哦，强强无敌嘞，太强了吧！好痛了，真是好痛了，好痛了！小芳，真亏你想得到，哦，我靠，跟鬼一样，鬼呀，鬼呀，这个穿好可怕，前身是什么？这个穿插，那个南瓜灯，南瓜灯，好可爱，好可爱，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建筑啊，这个还蛮有想法的。这就是所谓浪漫的那一个部分。浪漫，是那种就是吃意大利面，然后吸到鼻子里面意大利面，然后画的。原来是鼻子吗？想象力啊！不好意思说南瓜灯。
小瓜，我有点误会了。我那时候原本是接力，哦，为什么笑脸吧？对嘛？我有几趴没画完，哎呦，我误会了，对不起。你说你是几趴没画完吗？不是没画完。哦哦哦，这可以啊，这很 OK。三角，花椰菜跟芋头，哇，走路好可爱，色尾草，对，我还去查色尾草，走路草，哪个色尾草？不是草，是绿的，是全绿的，哦，是这个啊，这个啦，注意这个，原来是卓一，真的是，真的是，哦，好强，这是水母，这是水母，水母，这个不行，真的有水母，哦，好溜，有想法，有想法，感觉就是，感觉就是已经没有想法了，我觉得这个灵魂呢，尽力了，尽力了，香蕉还不错，哦，难怪，你很多宝可梦哦，怎么又是他？哦，好贵哦，贵贵贵贵。是水母，对啦，水母，对对，水母。你等下我就给我们那个水母头。问号，是我是我。哦，这是你哦，原来是你画的。他腿我想看他要变怎样。哇哦！哇，激动太高。他眼当鱼。太神了。哎，对，有人看出来了。哎呦，好屌，好屌。跟我的差不多，哎哥。好棒，好棒。哇，为什么？放技能，放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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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有点，这有两个风之谷。差不多，差不多，但我觉得团团的比较好。团团的比较好。团团的比较好。哎，我还有写字哎。哎，好屌，好屌，可以把，可以把我图变成这样，很屌。竟然还有大哥。他真的超难，超难。我们上次有更恐怖想法。哎呦，好厉害，谢谢我。我少说有一些音乐造诣。哎呦。哦，是什么？是什么海马的感觉？海马吗？两只，太扯了，太扯了，太多了，太多了，哇，这个很扯，好厉害啊！哎 ，Scoy 呢？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哦，彩带，彩带可以。所以小光那什么？我不懂，我要回去看小光了。小光那是什么？让你解释一下。我就想说，耶，你是两个人在跳绳，跳跳绳。我觉得是不是两个人在跳绳，对不对？对啊，两个人跳跳绳。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来跟我上了。团团的，哦，是你的，对，就只是一个嘿。哇靠！哇塞，很嗨哦！那亏你想得到，哇。会是都这么有创意的吗？对啊，是哪一个蛇？哦，撞了撞了撞了！我慌了，我慌了！你慌了，你慌了，感受到了，他虚脱了。这什么啦？这什么？黑口？没事，没有，没没有。啊 ，OK， 哦，这个是那个，好自制哦，一哦。裂空座，你也是裂空座吗？然后我想要问一下，小光，你那个是什么？哦，没有啊，那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不要不要对我的创作有任何的这个。这个是什么？就尾巴嘛，尾巴很短。哦，尾巴很短。哦哦哦，这还难过，这是前面的尾巴还是后面的尾巴？不好说啦。哦，哎呦，哦，哦，好，好屌，下午厉害，下午下午，风筝，哦，对，风筝，我差点撞皮耶，真没想到，哎呦，哇，金字塔，金字塔宝宝好可爱，小光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创意的人，富士山爬起来了，富士山爬起来了，起司，起司。水岛太太，好厉害啊！这个水岛太太，水岛太太，
就是你，就是你，谢老板，谢老板。哎，我觉得我水饺太太蛮有创意的，有这个很厉害，真的厉害。哦，不行了，哇，完蛋了，完全没有。哎，大家我觉得表现的还不错，除了小光。我就表现得不错啊，我完全没有。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跟皮克斯合作的佐伊，还棒啊！大家记得3月11号记得收看 Disney Plus 哦。为什么？为什么开始讲这个梗？是因为佐伊他的那个本人的样子跟那个皮克斯的角色长得一模一样，超好厉害哦！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好扯。我在想，没有手写版的去玩背景模式会不会比较痛苦啊？背景模式吗？会，还是背景模式跳过好了。好啊，可。哎，现在Uber E都要自学，我要发疯了。你加油！那我们要玩哪一个？去回去玩旧的。我饿死了。哪个旧的？好，玩一样火炉。一样他们哦，好啊，可以啊。火炉是画一样的，对不对？照着画。你要问什么？没有，只是看到一个单人闯关，那个是自己一个人玩。哦，那个对，那个你自己一个人玩。自嗨，自嗨，自嗨，一样画。没有朋友的人可以选的东西。我们要画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画，一样画葫芦哦。画画，我们先来个老梗。那你说，我们先来个 YouTube。YouTube， 我不要。你是每次都想要画，你是每次都想画，你是每次都想画。YouTube 好像我跟 YouTube 不熟。我们可以画八个喵哈。哭啊！但 YouTube 只开了喵哈的频道，是不是？画50万订阅以上的，那就画皮克斯好了。我要画佐伊。皮克斯哦，皮克斯要看一下哎。然后画出来，大家都说这是皮克斯的吗？欸，我是对啊，你要确定吗？我要先跟皮克斯粉说对不起，画不好意思就不会被告了。画 Elsa， 哇，那有点好画哦。皮克斯好像不错画，你不要画皮克斯不错，蛮多东西可以画。我怎么哎，有很多啊，你就什么总动员啊，历险记啊，都是啊。嗯，好，我知道。你疯狂在画不一样的那个题目，超烦的。对，我不知道，我好坑啊！我怎么这么坑？皮克斯哦，皮克斯啊！我想到皮克斯要画什么了。啊，我知道了。我已经知道画什么了。想到，可以了。OK。皮克斯 ，Elsa 是不是迪士尼的？对，皮克斯，你可以问打皮克斯就可以了。糟糕！哦，有了，我想到了。但我觉得有了，好快！好了，我想好了，你们 OK 了吗？想好了 ，OK OK， 我想好了。等一下 ，OK OK， 就你不要画50万订阅以上的哦。没有，不是上次延迟，我上次记得有谁好像就是整个状况，我还在画自己的东西，不是在意是吗？是谁啊？那已经慢慢上线了，不是我啊，是你吗？你爸。那我就皮克斯主题按开始咯，开始，就是你哦。有人说皮克斯有没有水母？皮克斯，有皮克斯有水母，有吗？有，哪一只啊？啊，我说男主角他不会讲话。我想一下哦，我只想到龟缸哎，你我的线有点丑哎，算了，换另外一个，等一下。干嘛啦？被戳到笑点。他现在他没有办法握住他的线了。哎呦，画这个，看一下他怎么画。哦，啊，你不是要画，你要画你家的小熊猫啊？我画的好丑。没有，算了吧，他还没出，我怕有人不知道。所以才要画。哎，看看这样，有，可以。然后就卓一画自己的人设。不要让我笑。这个四舍五入也是我啊，没错吧？现在没有问题，是啦，安全异世界的我，异世界的我手好抖，哎，打他，这应该不错吧？坏手手，这是什么话呢？控制不了我的，这笑成这样太夸张了吧？什么？我觉得我很棒啊！这个作品哦，大家可能比较不熟。但是我觉得蛮好看，我看哭，真假的？皮克斯几乎都会啊，
不要跟我说什么脑筋急转弯之类的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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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了，我不会画他哎，他怎么画？我觉得这个画出来超好笑，我手会抖，好好笑。我手会抖。大概这样子，惨了惨了，年纪大了。年纪大，年纪大了开始会抖了，是不是？对，没错。那你尿尿很危险。对啊，没有尿尿会比较干净。不会吗？会，他都会骗你。不是，我现在要擦干净，我还是我笑都擦完，放了，放了，好，可以笑了，哦、可以笑了。他都会骗你说你尿好了，然后滴几滴下来不是。那是年纪大了，耶、yeah, ，放完了，哎呦，好快哦！对，有人猜对，有人猜对了。团团、欸，你要想哎、欸，这是要画久一点的、欸哎、我们就没时间了、欸我。我觉得我很还原呐、啊，好了，不然我再加一点微波的好了。好，这样，因为后面什么都不见了。我画的应该，觉得我画的很好。还有一个很看得出来吧？看不出来应该就有问题了吧？好了，可以了，谢谢大家。啊，可以吧？对，你们猜对了，你们猜对了。可是他下半身怎么画？我忘记他下半身怎么画了。你可以把他下半身切掉。是真的好难。把他下半身打马赛克。你们看到我的，一定会觉得我真的是太还原了，太棒了，真的、哦，真的，真的、哦，而且超级符合提议。哎呦，我就想，呵呵，马上开始，好扯，好像然后所有人都按结束。对，啊，糟了，这怎么会怪怪的？哦，就这样，应该蛮像的，可以的，安全，安全。啊，哇，这样子是这样，可以了，可以了，这可以，这肯定可以的，安全。啊，好。怎么了？不用不用不用画那个，不用画那个，那个还小小难过。哦，这个颜色应该这样子吧？它需要白一点，它需要白一点。嗯。哎，糟了！我还没好。我也还没事。准备好了吗？还有三，还有三十秒，不用紧张。哦，还有三十秒，那可以，那可以了。对，可以，可以，可以。在两轮听到这个。才会要叫哦，哎，我觉得画的真的很丑我觉得画的真的非常丑。你要问罗技有卖那个啊绘图版，绘图版，问罗技有没有卖绘图版，对啊，一问绘图版应该可以了吧，脸要帮补这个吗？好的，可以吧？各位看得出来吧？下一家的尖叫声，看得出来。下一家的尖叫声、啊，给我来一点尖叫！完成。哎、欸，等一下，我给你撞题。等一下，等一下，按完准备就看不到了、哦，只能看一眼的、哦。哇！有人哦！哦，这个是那个哦。哦。哦，可以，我知道了。他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我可以，这个我知道了。哑巴！哎呀，我刚突然想到，我开始想唱他的歌了。Ready go， Ready go， Ready go， 我忘记了他的样子。Ready， 完蛋了，你的笑声害我忘记我要画什么了。穿这样吗？我要干扰大家。那我先把你静音。静音 ，Onega。可恶！可以。静起来。哎、欸，它是什么颜色？该是这样。哦，时间。干嘛？他变丑了，糟糕！他刚才很帅的。他刚才很可爱的。等一下，那个字怎么拼？各位观众，你们知道我要写什么？那个字怎么拼？你们快告诉我！天哪，那个字怎么拼？快告诉我，各位，快点救救我！怎么 Q 我？为什么？
快告诉我。好啦，虽然我觉得差不多啦，可以啦。那个字怎么拼？快点，大家快讲。快讲。等看得出是那一部就可以了。乱讲，乱讲，这样应该蛮简单的。然后越来越快，对不对？我记得。哦，你啊。不是。Q 啊！哦，为什么是皮克斯？快快快！哦，有了有了有了，谢谢。Q 啊 ！Q 啊！我尽力。原来 Q 来自皮克斯啊。OK OK， 可以可以，好了。不是，我没看到这一部，但我知道这一部是什么。这不知道的就OK OK， 可以可以可以。好，别人笑太沉了。啊，简单啦。Q 是什么？为什么有 Q？ 对，我看到 Q 了。简单啦，我会我会。我不知道他在画什么。我知道是怎么画，这很超，我超会。所以，所以记得呼吸。有点难，有点难，有点难，有点难。画了，这一定是小光，这一定是小光，这一定是小光画的。什么东西啦？你不要诬赖我。没有，这一定是不会。完了，我只记得这样了。啊哦。我也只记得这样，他应该有别的东西还对啊，这有一个蛮厉害的，我忘了，时间，然后呢？时间，应该是讲这样吧，时间 ，OK， 没问题啦，哎，亚麦，待，妈的！骷髅魔法师，我真的是来不及 Google 哎，有了，这是我，怎么办？你是谁？不认识你。按照他的话，按照他的话，照这个要，这个要有可华斯基，大大的，有哎，这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我赶快送他回家，不然别怪我怎样。赶快送他。不要怪，否则不要怪我。赶快送他回家去，否则别怪我。哇！嘣嘣！666666。太快了吧！等一下，快了啦！不行！哎呀！可以可以，你上色了。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可是这个好难画。啊啊！这个我知道啦，我超熟的，好不好？跟他很熟。嗯，平常都平常我记得这样啊。不记得了，不好意思。那个黄色的东西是。完了。可以，我超强。我知道，糟糕了！他怎么过中秋节了？我出来看画什么？没有了。哎，完了，我只记得这样哎。我有点不记得他是画什么。完了，这是什么？呵呵。我知道，我知道，我看不出来，我忘记了。可以，我会，我超猛。我不行啊！我怎么画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会有隔壁棚奇怪的东西啦？那，我记得是这样嘛。然后为什么？然后我记得完了，我忘记怎么画。哦，他脱窗了，不？怎么了？我逼的。完了！天线宝宝不是皮克斯的。可以，完成。好快！我这边转了一个，完了，日本的，等一下，这东西不是皮克斯吧？对啊，不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包包，我有色的，我靠，为什么会有这个？来，OK， 完成，最后一张，醉啦！来了，太完美了！我差一点，哇，太难了吧！要命啊！太狠了，强！哎呦，好猛！陈明好强，哇！
忘了，完蛋了，后面完蛋了，还有，感觉出来就是时间越来越极限。没修行版的，我是修行版的，怎么变青蛙了？我真的忘记了。他有个飒爽的笑容，只是啊，我知道，说不定皮克斯刚开始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是从那个团战开始的。哎，我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这样。那你有没有可以到最后都还有皮克斯的元素的呢？哦，我当你说我会滑到那个了。喂，我就知道，你看我做那个脚，那鞋的脚啦，白痴哦。可以，应该还可以，可以我相信皮克斯一开始应该不是灵感从这边啊。八十光年，我没印象画画那个，这个很小光直接就画到这样，我没什么印象。我有点啊，完全真的八十光年，我真的没印象。这一面是这个，这边很正常。蛋头博士吗？歪了，有回来，回来好，歪了，歪了，黑鱼吧，谢谢大家，歪了，我真的看不出来了，剩下我完美还原，变紫色头发了，紫色头发还在，可以的，无脸男，紫色还在，紫色还在，还在呀，难怪收隔壁桶的，紫色的还在。你还重复？还擦掉？还想要？这是什么？麦克华斯基啊！麦克华斯基！哎呀哎呀哎呀！为什么还没得回来？为什么还没得回来？你知道我们几个，我们真的画的都是这样。为什么没得回来啊？很像啊，可以啦，可以啊，应该没歪。他头上好像有个角，是不是？他头上有角，对，团团有角。团团没画到他的角，对，我忘记画到他的角。哎，繁星歪回来，哇，繁星好猛！怎么要歪回来？很强哎，救回来，救回来，繁星救回来，有记得要回家的意思。好可爱哦，好可爱，哎呦，强哎。这个是那个急转弯，逐渐有点母汤，越来越奇怪，完了变成歪掉。你在这形状有点奇怪了，我真的觉得这形状是什么？这形状是什么？形状有点怪怪啊！我猜是变背面了，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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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下看就知道了，超夸张，不是变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变成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想问你哪来的？为什么我在这里直接变史莱姆？这是两个作品吧？这是两场接力赛吧？对啊！哦，我懂了，当初他们先从那一摊开始想了。啊，开心的父亲，满心福。我这没有印象会画到瓦力啊？你也是，因为我这边歪掉了，我可能没有 get 到，你还偷写字，是我的问题，对，怎么变成这颜色了？我没有 get 到，然后就被降了，我难过。算是你 get 到了，你 get 到了，麦当劳薯条吗？螃蟹，怎么变成蟹螃蟹？哇，我的妈！我尽力，对啊，看我的题目超级符合题目了，真的，哇，来看看。我讨厌你！原来就是你，签名哎！就是你，就是而且，而且，我都想到我收到的是有文字的版本，到底是变成有文字的，就是进化版本的意思吗？哇！哎呦，好强哦！他的灯一直往旁边照嘞。
越来越旁边了、啊，是不是不会拼？我不会拼啊！你是不是不会拼啊？我不会拼、啊。这图我看了小光那张图，我看了好几十秒，我看不懂他在写什么。我来不及画最后一笔啊！披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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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不及画那个啊啊！哦，这是谁啊？这是谁？这谁、啊？就是那个超人多多呀。这谁？这谁？又是弟弟，弟弟。对不起，我真的来不及。怎么变帽子了？你画的有点像帽子。哎、好像还行哦。我想画弟弟。哎、哦哦哦！左翼。怎么回来的？神救援怎么回来的？我不懂。怎么回来嘞？这怎么回来的？可以告诉我吗？回来了嘞、欸！怎么回来的？他到最后都是超大师，他通灵通灵。不要披风，不要披风。哎，对，根本没披风哎，会死人呢。抱歉，抱歉，会出事。哎，那我们刚刚是皮克斯，我们就来迪士尼吧。可以啊，来啊！你哦，最近看很多、啊。那个，请问漫威算迪士尼？还是你漫威要另外一个再一个？漫威我们另外一个当主题好了。迪士尼的动画卡通。哦，好，你现在说这个是卡通哦。哦哦哦，可以吧？我懂了，我记得是可以的吧？没有，我只想要呛一下。哎、欸，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看一下有。可是迪士尼后面很少再出动画了。对啊，哦，都是皮克斯在做的。嗯，对、哦。迪士尼其实有在 Plus 上面出，只是没有上戏院。哦，哇，我画这个不行吧？感觉会被撞。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安达拉西。斯巴拉西，这个好了。玩具总动员也是迪士尼的。哎、欸，对啊，好，真假的啊？对，迪士尼跟皮克斯。其实我们刚刚画的，其实玩具总动员不是皮克斯的，所以迪士尼跟皮克斯一起。哦，原来如此。对，没关系啦，不用限制那么多了，好玩就好，看得懂就行了。没错。我要搞死你！这里现在会出现什么奇怪的东西出现？华特迪士尼在1966年去世了，好难过。没有，我在看维基百科。1966年，1966年。好的，我有想法了。像我没想法呢、啊，我还在找。我还在找。看第一个会出现什么吗？想想看，就是怕想出现那座城堡呀，会撞题。出现那座城堡，真不敢。好了，我想好了，为什么会有赛德克巴莱？哈？为什么？为什么会？我要看迪士尼。迪士尼不是里面的那个啊，推荐赛德克巴莱，那你就画赛德克巴莱吧。没有啦，这样。哇，这只好难画、啊，怎麼畫啊、研究一下。你看，好难哦。好，哇 ，OK。好了，画好了，我知道了，好的，来吧，知道了，来吧，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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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我决定画它 ，OK， 可以了，谢谢。行 ，OK 了吧？啊，行，我试试看。Go。我尝试看看啊，就说是迪士尼的，叫我画钢弹。好的，钢弹是迪士尼的啊，之后吧，2035年之后。真的吗？认真？三五年之后，有点难哎、欸，我真没想象中简单。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要画谁吗？厉害，看得出来的话。哎呦，我都还没画，就有观众猜出来我要画什么了。啊，太神了！有这么扯？太扯了！通灵王，大家都玩通灵王大战。对不起，我手太抖了，我手真的太抖了。买个绘图板，你需要绘图板。我手抖到他们觉得我怎么了？我吸毒？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姐、啊，不能放大。我没下笔耶，等我一下。我两个下放大有点难过。对，哈，为什么你这样能猜得出来？这个很应景哦，因为太会猜了吧？啊，画错，完蛋完蛋！各位，我赋予这座画生命，太神了，笑死！好，我画好了，好快，一种生命啊，那是合成的。啊完了，他这个眼睛对，没错没错，你们答对了，没错。
大家好会猜啊。不会我们撞题了吧？Under the sea。好，你现在是在唱你的？不是，你现在是 唱哦，来唱别的题目。我要唱别的题目，对，搞乱你们。我被你搞乱，救命啊！哎呦。噔噔噔噔，好讨厌遇到紫色的东西哦！你现在在说什么？对，其实可以画。旁边那没办法调紫色，要自己调紫色哎。他的哦，对，他的紫色有点诡异。我说你讨厌紫色，现在在针对我喽。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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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哦天，你问这是蝴蝶吗？你在唱，还好刚刚没有画那一题。哈哈哈哈哈请问这是蝴蝶吗？请问这是蝴蝶吗？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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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还有这个尊贵的，嗯，很像吃了什么很好吃的东西会发出的声音，嗯，好假，那蛮明显的吧？好想唱他的歌哦，哪一首？真的也不懂，不会是跟我一样的？ I can show you.继续啊！你是不是唱错，然后很心虚啊？我去哪里？好好，这应该大家已经开始陆续猜到了吧？这不需要我再说多说什么了吧？那如果一个人都没猜到怎么办？没有，刚已经有人猜到了，好快！那他知道他猜到了吗？拜托，我画的多好，是他猜到吗？超好笑，什么东西？就是他知道他猜到了吗？哦，你们还可以搞一个搞里头，先可以搞一下他的眼影。我感受到了，看机的，太难了。有人说我画的版本是快死掉的版本。你不是每次都有人这样子好啊？这样子，没错，好像是哎、欸，蛮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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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出事的版本。OK， 什么？他出事的版本？别、okay. 放这个好怪。好了，我画了。请问这是蝴蝶吗？好，这是蝴蝶。哇，我这有观众通报、no, 来不及了。我这有观众通报，有广告偷用我的影片、欸，哎，真假的？广告可以那个、啊、影片观看观众那个。对不起，哇，怎么画？这是谁？我超认真的，哇，这太难，这太难了，哇，这可能是左翼或喵哈画的。他怎么画？我想一下啊，那怎么会没有我？不像是我会画的吗？因为我觉得他们会画的很复杂，你画的会很可爱。嗯，我觉得下一家会感谢我。如果我都照这样的比例去画的话，糟了，忘记他怎么画了。等一下，那叫三个，好丑，完了，这个要怎么画？这是哪位哪位？这是谁？完蛋，什么？等等啊怎么画？这不是显得丽丽吗？不是 Lily 吗？ Lily 是你吗？ Lily 哦，不是 Lily， 谁？是 Lily， 矫正 Lily。等一下，哦，我不知道。不过我要帮他画一个性感的红唇。救命！完蛋了！长这样子吧？没有错吧？我没有记错的话。好烦啊！他的白边会让我很困扰。你说就是涂上去之后还是会有一个白白的，对不对？对啊，油漆桶那个、哦，嗯，
对，很丑。没有强迫，你知道只是白色颜料。吉拉啦，哥吉拉，差太多了吧？不会有哥吉拉出现。很棒，很棒。我跟鬼一样，谢谢。牙齿怎么？啊，真是。再见了，抱歉了，我的下一家。啊，不管了，就这样了。忘记了，希望你。啊。我抱歉，我的下一家。这是谁？我也不知道。下一家 ，I'm sorry。这回得来就厉害了。啊，左翼 ，sorry。下一家不知道是谁，我确定是我。我不知道下一家是谁，不过 sorry 哦。这什么？哎，这个好难哦。哇！有人拿到很放大的东西吗？我。那个，你会不会觉得照的话很棒？有，我觉得照的话很棒，所以我选照的话。这是什么啊？哦，是那个吗？衣服啊！哎呦，我觉得我有时间去查，偷查一下好了。没吧？没时间了吧？啊，有啊！哇哦！对，红色原来是可以偷查的吗？可以啊，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查。你有时间的话，对啊。耶！完了，时间不够，来不及画。管了，就这样子吧。睡啦，睡啦，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啦，不管啦，就这样子了啦。放大法好用，真的。知道这一步可是时间不够长，一定歪，一定歪。对，怎么会有这个？这什么？这不是高的？这个不是日本的动画吗？为什么跑来这里？好，我想一下。OK， 好，我知道了。完了，原图画下来。我已经大概有五年没有看到这个角色了。我大概有快十年没看到这角色了。哦不，我画完了。我画反了，我画反了。最后上次玩电话传奇的时候看过。不是谁？长这样吗？忘记了。应该是吧。完了。对了，就是这样了，没错了。Yes。不用了，不用。来，我们看看我姐。完了，我没画出来。哦，过来。完了。那什么？完了。我要通灵是不是？嗯。行，我觉得我这样画会出真通灵了。这是 YouTuber 吧？对不起啊，没有了。这个这个颜色的东西应该是一个 YouTuber 吧？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哎，哈，这完全不是这个东西，这是阿姨吧？这完全不是这个吧？这完全不是那个迪士尼的吧？完了，大家都是一样的感觉。他是不是有绿色的东西？我记得这样，是头发吗？好，干嘛？他那么大，我是记者机啊。这是对啊，这是绿眼镜。然后你已经画到那个 YouTuber 了，是不是？我画到 YouTuber， 我有 YouTuber 啊！哎呦，哦，太厉害了！那是一样的人吗？我只能凭感受了。啊，我知道，应该画。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画这样，好神奇哦！好像是这样吧，是卖块的东西吧。OK OK， 我记得是这样。OK 啊、哦，很好，画的很好，已经把关键的地方画出来。我画关键的地方了，没有，完全不是这个，完全是故意的吧？这个什么鬼东西啊？啊，为什么会有它出现？哎呦，哎呦，哎，怎么是这个颜色？你吗？是你吗？我应该会意会错吧？哈哈哈！感觉画两只好猛哦，我画一只就快数掉了。完了！后面刚刚那个啊！哦，画了什么？哦，对哦。哦！哇！为什么这么近乎瞄好？我完全没有印象哎。魔法满屋的，对，魔法满屋的，难怪是绿眼镜。
哈哈变老了，确实是木花板，我们知道为什么后面会那个了哦。没有头发的，我没有画到卷毛。对不起，我忘记他的头发是是哪里的，忘记了，染毛了，是绿头发呀，绿绿头发，绿头发，这到底是谁？绿眼镜啊，这个绿色一直传承下去。有绿色眼镜怎么变绿头发？绿色有，绿色有，有传承到是不是 OK？ 有传承到绿眼镜头啊！我怎么不记得有画到史迪奇？哎，这个为什么了？死掉了！死掉了！我的天，会做噩梦！哈哈哈哈哈！就会做噩梦吧？不容易在第二颗就歪哎！你有见到，你有见到，你好厉害！这题是百变怪，对。太多元素了吧？等一下，元素好多，元素好多，这是三题吧？这是四题吧？这是三题的题目吧？等一下，没有，这是四题的题目了。前跟后完全不搭嘎。好厉害！我不会画那个精灵，我只能画神。啊！我怎么不记得有画到他？有这个吗？有这个吗？我画坏了啊！库斯掉了吗？是手吗？我错了，抱歉。哇！我照抄，我照抄。但是我抄坏了。我超超，但是我超坏了，这是免费的，有啊，有变，抱歉，有有，我觉得繁星画出了一个，就有点像会在迪士尼出现的角色，对对对，哦，你看我猜对了，是左一画的，左一后面的。哦，原来是那一哦！我把他的那个，我把他的一些特点画出来。我把他成什么耳刀了？小光，这是你的问题哦。白龙，白龙是你吗？完蛋了，完蛋了！这是什么？他变成美女了，回来了。又是怎么会画？是你的，是你的神书给墨。你怎么可以一起出现？哦，我的，怎么又会有凯莉丝？好痛！怎么会这样？雪宝，雪宝画的很好，这是夏天的雪宝，快融化了。夏天的雪宝。哎呦，哎呦，很棒的画的雪宝，有。有有有有哎，没事，现在好像封面有点日式哦，没了，这个，哎呦，有了，回来了哎，哎呦，没有，不是，雪人哪来的企鹅？他还是雪人，没问题，没事啊，这题过了。这题稳，这题稳。他的头至少恢复了，他变大了。对。哦，什么？我没印象。花木兰里面的那个，幸运蟋蟀。幸运蟋蟀。我也是虫虫危机，虫虫危机了吧？可以打一打，有很多虫啊。一堆蟋蟀。我也只画一只麻雀。好的。我努力了，可是我画不到一百个，对不起。你画了七只，很棒。大家感觉很辛苦，这是老公。哇，你还把他的石头画出来，你还画两只，就这一题哦。真的，我刚才想说，为什么上一家还有空可以画两只？医生怎么可以画两只？怎么还有空可以画两只？完了，这个我完全没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印象。来了来了，是魔法少女甲胄里面那个。我知道。哇，怎么到这边都没歪？
是完全听不懂题目。哎、欸，小光，我真的看不懂在发什么，我尽力了。那个妹妹呢？小哥，我真的不知道画什么。妹妹呢？我柠檬公爵画什么？小哥，我真的不知道。我还以为我 get 到了。柠檬公爵，没错没错。啊！酷一啦，酷一啦哦！有。哇！呀，很会哦！完蛋了。这个太搞笑了，一波会超耍丸子爷爷。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持续下去。对不起，再见了。走远了，走远了。戏份很多哎。面目露血。Q 那个有出现，可以，可以，果汁真好喝，好好笑啊！这里面有三部作品，好猛哦！我可是看一次那个下来这个，好好笑哦！你好好玩哦，这个很好玩啊！哦，好痛！这个模式真的不错，笑到肚子好痛哦、我要揉一下我的脸颊，每个礼拜可以瘦一次脸。我笑到流鼻涕，好烦。你是不是太冷了？你会在用鼻子笑？对，眼睛在流泪，鼻子也在流泪、欸。那我们漫威的话，要不要走动画？画就画规定画到蝌蚪人的程度就好了。什么叫蝌蚪人？蝌蚪人是素材素质人的那种。没看漫威？对对对对，火柴人啊，火柴人啊。哦哦哦啊！真的假的？你没看漫？你看漫威？我也没有啊。可是你应该就蛮知道，大概知道，比如说像蜘蛛人、超人是 DC。哦，这个我知道。蜘蛛人，蜘蛛人可以算是漫威漫画，可以。好的，你就给，比如说你就绿色的那个，对啊，就可以。所以这个主题主要是指整个梦动漫吗？漫威，漫威啊，漫威哦，好好好。对啊，然后用，然后全部用蝌蚪人，因为它是动画模式。我们一样是一样画蝌蚪人，没有火柴人啊，火柴人啊。黑羽真的都没在听我讲，没有没有，可能是刚刚被盖掉，可能是刚刚被盖掉。我耳背，我耳背，坏坏坏，耳朵坏坏。我们现在玩那个漫威动画模式啊，因为它动画模式就是你要连贯上一家的动作，去慢慢的改变它的动作啊，最后会组成一个逐格动画。那为了方便下一家画，我们就是全部规定就下半身都是火柴人。那你可以比如说像是什么奇异博士啊，你可以把它披风画出来啊，然后它各那一些问。它一些特征，比如说绿那个浩克绿色的啊，就是绿色的一只火柴人啊，这样你就把那个特征微微的画出来，然后交给下一家慢慢去动就好了。没问题。我确认一下，这是漫威的。对啊，对我还没查。是吗？漫威。好。好。漫威第一个会出现什么呢？直接出现。漫威。怎么漫威会出现政治人物啦？有啊，他们不是有 coser 吗？不是另外一个，那我画那个那个没抠的那个，哎，全联最新的吗？哪个啊？那个你要把它变火柴人呢？几点功能？可以啊，我可以，我可以的。你不行，等一下，怎么会有黑羽？怎么了？黑羽？我没有参加，我没有参加。好，就这个好了，这个连眼睛都不用画，很好。OK， 好，我笑死啊！你们 OK 了吗？嗯，好，那我就按开始啦。好，好，建立第一个画面是不是？建立第一个动哦，对对，没错，先画开始简单就好，这样脸可以有一点特征吧，对不对？脸你可以画特征啊，下半身就不要画细，也就是火柴人这样子。那我想一下，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啊，有没有那个？这没有填色的。对，因为它是动画，它没办法填，要不然会有那个3D龙事件。好，不，哎，应该是长这样子吧？哦，颜色。啊啊啊！哦哦，
我反而不会画火柴人，救命！我也是。你画一个会画火柴人，你就画一个大嘛。下半身只要火柴人就好了。他如果没有第一张可以不用，没有上半下半身也可以嘛，对不对？可以啊。哦，交给你了。我看看。赞赞，这个赞赞安，他怎么没办法倒满？刚刚讲过，人物倒满，我刚刚讲过，刚刚他就没，他就只能用线条嘛。这游戏真的很难表达哎，他这个人，对啊、我这个人不是。那我要去煮热水，煮。哎，完成！哇，来得及吗？我想画全身哦，不是，我想画全身。我不会画火柴人，救命！就是反正你强制你不能画全身，就是好难的。画仙子，好的哦，可以。好啦，这样子可以啦。啊，完了，完了。我陈敏在羞辱我，他说我要画火柴人，不是那个身体的线条真的很难。那你要跟他学，你可以跟黑羽学画火柴人。我很会画火柴人，应该只能这样了吧？我要跟黑羽学画火柴人，师傅。哦，谁？哦，啊，白痴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知道是谁拿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接下来就是画他接下来会干嘛？我白痴了，就画接下来要干嘛？是不是？对，画他接下来干嘛？所以你要画他的人。对，你要你他那个主题要记得画。那左上角有他刚刚用过的颜色。哦，现在好方便，现在有刚刚的颜色。哦，有他有那个，而且会重叠在上面。好好，你是不是很久没玩？下次一直找你玩。没错，好久没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一家加油！什么东西？让他拿到我的，好爽！十个没错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画这十个干嘛呀？啊，就那是他的特征啊，是他的特征。啊，那你应该要黄色的。好哟，哦对，完成。OK， 我要看下一个谁会去数十了。这应该不是那个吧？他手上拿那个东西，跟他手上拿的东西应该不是你们说的那一个吧？哦，可以，好好玩啊，这个模式。因为你可以画火柴人，丢苗的。对，因为我可以画火柴人，好快乐。你专精哎。对，他现在右下角那个应该可以按吧，就是他右边多了一个可以关掉图层，如果你那一家会影响到的话。哦，可以帮忙加背景吗？啊，你可能会影响到动画的画面不顺，尽量词不要多太多。好，可是你可以帮他加敌人之类的，就突然冒出来的人。有，我正在加。给我直接剧透。好，这样子。亚洲超人会用火？欸，这不是我的吗？没有了，我的亚洲超人又会用火。那个真的太好笑了。那是我的那个呢？哎呦，啊，我死，换我属实了。加油。我的锅，我的锅。哦，我好像知道这个是哪一只英雄了。就他，就他，就对他，就只有他有十个啊。对呀，他啦，没错，他对他就是音速小子。哦，原来是音速小子吗？咪咪不怕，我也没看。太好了，谢谢。因为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下一个要干嘛？我是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子，我也是照着画啊，让他这样子做。哦。哦哦哦！他画抹香鲸。突然好像知道他是谁。哇，这个画是真的画得很好哎，这个画那个手，看看，哦，画好丑，我天，对，
我画的这个人好像融合了两个元素。哦、OK， 这样应该行。一二三四，每一趴都会有人遇到这个状况。可以可以。哎、欸，我可以加点东西啊。好赞哦！好的，赞赞。好，完成。好，完成，完成，耶！哈哈，嘿嘿，哦哦，这个好可爱哦，怎么会比他近有点多？嗯，这个要怎么？你没有十个了、欸，哎，没有十个，没少哦，波波少画是不是？没有，有十个，我要数过，还是我数学不好？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是我们画不一样的东西？哦应该是不一样的哦，有可能是不一样哦。有人也画圈圈，是不是？我记得我有十个哦，你要算一下哦。哦，那不是咯。啊？什么？啊？就我观众，这是谁？这元素都有点多哎，这到底是谁啊？忍不住加笔。忍不住加了。真希望我的绘画天分可以再点一点，在出生前可以多点一些。我应该是负数的。你可以跟黑羽学火柴人，他是火柴人大师。哇、哦，太好了！我要拜师，有点拜师。不客气，不客气。嘉一，我也想拜师，谢谢。你认真？你是去踢馆的吧，咪咪？没，我真的想学火柴人，相信我。画个大、啊。大师，请问一下，你是怎么画可以画这么烂？这样，我靠！我教你们。谁啊？有了画火柴人，有加速了一点。这样子应该终于不用再放大了。我随便啦，差不多啦，看不太懂啦，没关系啦，就这样子吧。嗨，好，棒棒，我好棒，好，好 ，OK，OK，、okay. okay. 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等下。哦，这个哦，这个那个那个刚刚是听到笑到背景消音，对啊，被消音，太高音被消音啊！我看看，不对，不知道怎么画哎。完蛋了！哦，我知道了。哎，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被自己画歪，吓到。哦，又画歪，对不起。啊，哦，哎，我瘦，怎么可以这么抖？你瘦，你瘦，我说我瘦，你确定？你确定？哎呦！想把他加披风哦，不要披风，不要披风不要披风了，不准披风。OK， 好，决定了，就这样吧。我看不懂，反正就直接哎，照着我想的这个继续接下去就对了。好 ，OK。哈哈哈哈哦，对不起，我的美术老师，少画一个、啊，真的假的？好了，没事没事，在这里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补上属实的那个吗？好 ，OK， 完成，那别担心，可以了，多了多出来了。
OK， 完美，完美，哪里过嘞？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哈。哦，披风有看到披风，还有、啊、没画披风哎、欸？啊，另外一个人吧，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哦，这个哦，啊、这是干嘛的？有人加戏。哦。诶。这样子可以，我也觉得他看起来好快乐。哦，好性感的嘴唇呢，我来帮他夹一下。耶！这一定是用电绘本画的，可恶啊！哎、欸，等一下，这个怎么？怎麼哦、要想你用电绘板画火柴会更好看，要不要？哎、欸，真的、欸？对耶，投资了，你就可以开黑羽的火柴人教室。对，真的、欸，我每周都一次就黑羽的火 柴，然后我就用我的火柴人画赖贴图的，哎呦，差不多，然后哎呦，别人想要，然后就变成当月营收 number one。哦，那也很屌、哦。那我真的不懂现在人在想什么了。有了，哎、欸，九个吗？一二三四五六个，真的耶！好，少一个。哇、哦，谢谢谢谢。我觉得那一张画被带，我就整个很群魔群魔乱舞。有可能呢、啊。完了。哎呦。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嗯，是皮卡丘吗？哇哦哦哦哦，这是什么？我看不懂。谁？我要让他再见了。好。哪？这我看不出来。这看起来。哦，我知道这是什么了，酷哦！ What? 啊？纳尼？他突然有魔法棒了，是为什么？漫威有巴斯光年吗？有吗？有吗？啊、没有没有，不会是我的吧？哦、这是画我刚画的哦。哎，颜色错了。嗯。他变成巴斯了、哦，没有，我不知道他是谁。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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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事。啊 ，OK， 可以。哇，十一点完成。啊，下一个一定很黑人问号。哦，不管了啦。我在画舒压图中。反正不是我下一场没差啦。哎、欸，等一下，还有人还没数十个的吗？我好像还没有、欸、我不确定你们讲十个是不是不确定、啊。哎、欸，他就是有十个东西，我还没数。你没画那个十个的话，啊、你就是还没拿到它。等一下再看看啦、啊，因为等一下应该哎、欸，等一下是最后了吧？对不对？对，最后一张，没错、嗯，要做一个结尾啊。哦。我本来是不想要看得到那样东西，可是没看到好像又有点奇怪。真的，人家会不知道我接下来下一张怎么接，所以我还是让他哇这样子放吧。这样子，好，相当优秀的画作，谢谢。最后一个 ending 了 ，ending 啦 ，ending。所以又重复了小光九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哎，大家都看得出来哦。已经在啊，这边看不懂啊！我真的看不懂，这是皮克斯。太难，
什么？他在勉强我画我的滑鼠。什么啊？先照抄再说。这个吗？对，照抄功课。嗯，这个先抄功课啊，先抄一下。还好可以抄功课，太好了。对啊，先抄完再看还有什么。我好像看懂了什么啊？我看懂是什么了，可是好、哦。老公，我想要营造出那种感觉，但是我营造不出来。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工伤。没有，没有工伤。老公，我有点营造不出来。对对，画两团就行了。哎，是不是我超强？好，十个。OK。我真的看不懂上一家。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耶！可以。那我在旁边画一间小杂图好了。好，他在圈十个。没有没有啊啊！那我应该前面有圈到，我前面应该有圈到。哦、oh. ，那应该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哈，差一个，差一个。大家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美，好的。所以等下看到九个突然变十个吗？哎、欸，自己也弹死，对啊，自己也弹死，超好笑。有趣，有趣，有趣。我很好奇，这八张图看起来到底是不是连贯的？应该会是，剧情不连贯而已啦。对，没错。平行时空啊。我拿到一张，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他在画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跨博，哎呦，啊、来了，期待了，期待了，期待了。哈，他这是就全年的那个吗？连的那个，全年的那个啊。啊我帮他加了敌人。他是谁？黑寡妇，黑寡妇，黑寡妇吗？脸歪掉那个、什么？原来是这个、哦。完蛋了！被抓住了！抓住他！他抓住了一台车，车子坏掉了。我以为他是蚁人呢、欸。哈哈哈哈哈！变蚁人，车子变蚁人了，变蚁人，车子融化了，他性感的红唇。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黑寡妇在打架的时候，蚁人来帮忙。OK。哦，替身使者吗？替身使者，替身使者，他真的是出来一瞬间呢、欸。有。哦，蜘蛛人？为什么？我没画到蜘蛛人呢、欸。对啊，我也没有画蜘蛛人、欸。什么？哎呦！哎呦哎呦！这边应该还是蜘蛛人吧？我不像了、欸，好像是我，好像是我。怎么突然？有有有！哎，掉出去了，掉出去了，转接球啊！我知道是谁的问题了，变美国队长了，变美国队长了。我知道这是什么了啦，转接球，恐龙变成一个怪物，哇！哎、欸，有接起来，有接起来、欸，不可思议！蜘蛛人有哎、欸，好扯哦！我懂，这就是蜘蛛人不小心把盾牌打回去，打到飞机，然后飞机爆炸了，然后很尴尬这样。哦，恐怖啊！有点厉害、欸，有点厉害、欸，厉害，洛基，洛基，他头摆太长，你也是我的，太快了，原来这是你画的，太快了啦，太快了。跳太多了啦！没事，全是飞回来，然后再一个雷电下来，这样。为什么要再做一次吗？这到底是不是在编丝？他扣着那个锤子！我的天哪、啊！哦哦哦！他死两次，也太可怜了吧！这是编丝哎。哎、欸、有哎、欸、有哎、欸，那个锤子好有，那个锤子，那个锤子，那锤子真的飞回来直接往下坠。看来洛基是多余的。Oh my god！ 哎、啊欸，我没有画到钢铁人呢、啊，保龄球是不是？保龄球有钢铁人吗？哦哦，啊，我知道了。
太快了！哦，华人球的钢铁人球哦！哦耶！我以为哦耶，叫光啦！是什么？我以为是人头哎、欸！哎、欸，不对，我是崔宇，我是白痴啊！我看不出来小光在干嘛。我要救回钢铁人，但我救不回保龄球。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吧！哎、欸，好像很顺哎、欸，可以、欸，就是我刚刚全打吗的感觉？哎、欸，我刚刚全打了吗？哎、欸，对啊，对，我刚刚现在全打了的。好屌啊！好扯、啊，太夸张，十万块，十万，原来是这个、啊。上气，上气。他叫什么名字啊？他叫上气，他上上气，不是上气，上气上。他叫什么？为什么？变成上气与时刻拉圈，为什么会变这样？上气与时刻，上气，好痛啊！不是、欸，不是啊！他怎么死掉了？啊！牙冲牙吗？后面也太恐怖了，被牙冲牙了吗？哇塞！等一下，他又在转，他在转呢。他就是那个，他就是，他在回头。他就是控制不了十环，被十环反噬的。好屌！好屌！笑死了！Oh my god！ 好棒哦！哦，看到自己八十光年吧，应该是可乐吧？啊，原来那个爱心是这样出来的。弹下去了，弹下去了。我跟你们讲，你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哦，好可怕！好棒哦！我想那个爱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反噬，反噬又是反噬。哎，是不是？哇好屌啊！你要调一个吗？哎、欸，这个很好笑，这个很可以哎、欸，好恐怖 ！Holy shit， 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很黑暗啊？都是在死啊！我在想这些，喷血了，牙痛，我那边还蛮正常的。这是到底是什么？那这是格鲁特的，他是格鲁特拿的技能棒都有，没错，对，没错。喵！哇，突然下降了 ！Oh my god！ 没事，我让他站在上面了。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他要打他们了，打起他们，痛哭哭！啊！什么？好屌！你的发型什么？我刚看到什么东西？不错哎。有连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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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连贯，很棒。哦，笑死！我们的故事是不是结束都很惨？我没有忘了这次，要么要死人，要么要怎样？我知道这是什么了，黑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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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那后面他已经不是黑豹了，我没有哎，哈哈哈哈哈，回派西宫。不愧是领头，你不射出去啊！完了，到这边还是一样。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等下，可以解释右边那个是什么吗？为什么？瞬杀，瞬杀！为什么？我本来要射出去的，他们都不炸了。每个都好好悲惨哦，怎么会一件？哦哟！那我想问一下，右边那个到底是什么？对啊，右边是什么？小光，你在怕什么？做一只巨人出来，让你们射他，怎么炸？啊！那一串变成漫威的陨落，对啊，他自己死掉了。他就是想要控制，没控制好，然后自己死掉。他中途是不是变成皮卡丘啊？他中途有点变皮卡丘。没有想说那个是残影啊，我跟他反光。要不要再一次动画？有一个好结局耶，好可怜哦。要不要换宝可梦？那简单，宝可梦可以，宝可梦就不用。宝可梦感觉我们现场应该都可以。
你要确定，确定哎、欸，可以的。你要确定有，你知道有小光在哎、欸。还有我，小光只要第一棒就没问题了。我第一棒都没什么问题啊。对啊。那这样子我们有七个问题耶。不会，宝可梦吗？可以啦，就可以那个可以瞄的，可以的。好，也是啦，可以可以瞄。对啦，瞄起来没什么问题的。可以啊，可以。但是宝可梦画两个人，要画两个人啊。没有，所以的意思，他画了宝可梦的人给你。哦哦，好。没有，动画动画先不要好了，那真的会不出事。确实。你一样画葫芦再这样。哦，好吧。Oh no! Oh no! 请不要画人，请不要画人，拜托。宝可梦 OK 的吗？宝可梦啊，好，可以了。但是不要画人，好不好？好，应该说是不要画太过于复杂的人，这样。嗯嗯嗯，好好好。所谓复杂的人是什么？复杂的人只能画火柴人，好不好？没有宝可梦，没有火柴人。他说人的话啦。哦，人的话，人的话。OK，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要按开始啦。好，可以，可以，好。好，哎，这什么动画吗？动画，动画。哦，宝可梦嘛，对，宝可梦，宝可梦嘛，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宝可梦嘛。确认好主题啊，没有火柴人哈，再确认一次啊。没有火柴人，没有火柴人，画火柴人，但是就是画火柴就好，不要太复杂。一样不要太复杂。耶，哦，完了，不会画圆。你可以画一个顽皮雷弹就会了。艺术就是嘣，艺术就是爆炸，爆炸。哎，我看看啊，记得，这已经很好笑。我都还没给你看，你就开始笑了，也是蛮厉害的。哎，等一下，眼睛有点脱窗。好，哎。Very good. Very cool. 哎呦，可以。哦，有趣。接不到那个。Oh, all right. 不能填满，真是蛮麻烦的。而他那个，因为动画模式，你不能你填满会有那个闪光问题。哦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哦，好安静，突然，大家很认真画着，很认真在画，认真的画下一家，没有错，没错，哎，对，可以搞哦，不要，啊，完蛋，完成，好。嘿，妈，我的宝可梦褪色了，没上色哎、欸，我上色了，完了，我稍微涂一点，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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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我没事，对不起，海贼王的梗，好久了，哇，这太难了，这个我一看就都是谁的。杀人、哦、是不是我的？不是，是熊猫团团的。哦，怎么？觉得我应该是抽到小光的。哎呦，肯定。我的好像这没有哈的。小光也是画蜡头。哑巴，画完、欸、没有？没有，那应该就不是我的了、欸。这个皮卡丘的尾巴的颜色反了，谁？对不起，我画反了，对不起，对不起。哎、欸，是我啦。哦，那可能就是我的那个。瞄他的可能就是我了。哎呀，先抄作业、欸。他眼睛是红色的。啊，没有，那就不是我了。如果眼睛是红色的，那是我的，那就是波波的。波波。哦。哎呦，这作业挺难抄的、欸。
抄到高手的作业有点难抄哎、欸，这样子吗 ？Oh my god！ 我想画出那个意境，但是我不太会画，糟糕。买电绘板就会了，没有错。那颜色是怎么弄的？为了玩，值得。非常值得。蓝心，你知道我现在心情很复杂。我有一只宝可梦，不用去查它，因为上一次我画了很多次。对啊，我刚本来也是要画，想说，哎、欸，好啦，换一只好了啦。没关系，你要准备又要画到它。没事。哦，我会让它喷火的。嗯，喷火精灵。哦，哎、欸，赞赞。算了，不要上色好了。有了。哎哎，嗯哼，开始。我可以去卓越坊间干他的电绘板，对，你现在去吗？可以啊，3000块，谢谢。哇，完成！你要干他电绘板哦？这样听起来会有一个洞。OK， 哇，好难哦，这个好难啊！我想想，正在欺负不会画画的人。完了，我不知道这只是什么哎、欸。不会啦，到底什么？我也没玩看过这个。新版的我都没看过，哎、欸，有新版的吗？我现在画到旧版的，我现在画到一只刚刚很常看到的角色，凯蒂斯。凯蒂斯是什么 ？Elpa， 可能是哦。不要不要跟我说，我好好。为什么你会笑？对吧？我觉得不要笑，不要不要不要。搞我不行了吧、啊、我好久没画他，我 Google 一下凯蒂斯谁哦哟哦我要怎么画了凯蒂斯解析神奇宝贝解析神奇宝贝妈妈技能妈妈那哥哥小婆凯蒂斯对对那这段开场了啦凯蒂斯的高中攻击失败了其他局凯蒂斯高中攻击，凯蒂斯高中攻击没有成功过。有、啊、有有，在凯瑞的梦里有成功过。完全没办法听懂他啊，没有玩啊。哎、欸，是颜色吗？哦，好可怕！我天，我把它画了20。差不多了，你再看就知道了。好、oh.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样可以吧？哦，这只叫大尾狸哦，喵哈最爱，他刚刚换了好几次。哈，原来这只叫大尾狸啊，牙吧？大尾牙，大尾牙。尾牙，大尾牙，听起来是年末年末的时候会参加的东西。我想说，那有钱可以拿吗？那有大观众说他已经开始做噩梦了。天哪、啊，好恐怖啊！哎呦，好了，大尾大牙里，大尾流氓，这什么？这什么？变身成功的这皮卡丘。哇塞！先抄作业就对啦，哈哈，没错，这个还算好好抄，好抄。这样怎么怎么？哎呀，没事。突然笑的因素，突然又想让他，哎呦怕，有点 ban ban 的。抱歉了，凯蒂斯，又是凯蒂斯哦、oh. ，No more 凯蒂斯，谢谢。我都要加进去啊！到底是什么梗？为什么可以这么的欢乐？凯蒂斯是那个飞哥与小佛、啊，飞哥与小佛的，刚有一直出现，然后我就觉得刚刚画了两次。哦，哇，这是有电绘板，可恶，买了。买了啦，讲一直讲就是想买，对不对？那我不讲了，我不讲。
没有，他是在表示厂商啊，嗯，厂商来一下。要没有，就现在没有讲，就是你心里是在想啊，心里不是在想哦，不在想就买的啦，对不对？哎呀，哎呀，凯蒂斯，好算攻击，嗯。嘿嘿，哎，哎呀 ，OK， 我好了，示意有没有各位？这可以吧？这很优秀。哦，他在进化中吗？那我来不及改了 ，Sorry 哦，我不知道他在进化中。我以为他是在大尾牙，什么东西？等一下，为什么可以这样？不懂他在画哪一只？哎，那你是谁？好，姑且把他当做那一只好了。哦，还好还好。哎呦，哑巴，我看一下，这个要怎么接下去啊？没电绘板。是啊，也是，或者是逻辑的滑鼠。那你现在不就是吗？啊，对了，哦，我手好抖哦。啊，要怎么办呢？你刚变壁虎，你刚淘气。对，哦，壁虎会这样叫啊？南部的壁虎才会叫，北部没有啊？没有，我家也有啊。因为那个，现在交通运输太方便，台湾没有多大，所以以前是有分区的，现在没有分区了。对，现在壁虎已经全台走透透了。哦，真的假的？我还是认为就是北部的壁虎不会叫。啊哦、没有啊，我们家壁虎都会叫。我家也叫疯了，好吗？我也超会叫。每天都在求我，真的好了，好了，我这一轮好多幅画都贯彻始终。哎呦，哇，他好帅气！我可以笑成这样，还好吗？很好，你就等下就发现奇怪在干嘛？啊，有了，完美，超完美！这只是什么？这个也太猎奇了，不是？谁我知道？你突然拿到我的了？你是鬼吧？你为什么要这样残害小孩子？你为什么？好可怕！你笑真的好可怕。啊，这个真的是很恐怖哎、欸！没事，我也拿到很恐怖的。天哪、啊！他真的是你说他的嘴巴很爆的那种？全身大家就是不想要。看来可能不止两张哦。那我就把它变极致恐怖了、哦。对啊，好好笑、哦哦、啊！我们的没有一个是那个 good ending 哎、欸。对啊，我们从头到尾都 bad ending 哎、欸。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会这样画，是因为我跟上一张画的，你知道吗？那我觉得你应该是画到我刚刚那一张。对。我们真的是没有一只宝可梦活在我们手上的，真的有。我的还活着、哦、太好了，请你继续让他活下去，拜托。你的下一家会不会让他死啊？哦，不知道，可能会、啊。赞赞、哦，为什么这只会有三？这是索隆吧？我知道你画哪一只了。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存在世界上吗？哇，真棒！可是我这边也没办法再继续多加什么了，他已经对。
OK， 我的好了。不是你，并不是。这是啥？我也不知道他是啥，我就跟着画了。你问我他是什么，我也没办法回答你。抱歉。赞赞，赞赞，赞赞。是我很期待团团可以让他直接这样安息。没有啊，并没有。啊，那你竟然没有让他安息吗？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你还不让他安息吗？哎，这是什么东西？什么？这是索隆吗？哇，这好难啊！我不知道他怎么画这个，怎么可以照亮？你已经拿到那一只了，是不是？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接，把它变回来。哦，这太惨了，为什么大好笑，他怎么都这么惨，是不是？对啊，直接变 R15G 不止了，我觉得天哪，小朋友看到会哭吧，宝可梦，对啊，肯定哭，宝可梦为什么这么黑暗，这是黑暗的宝可梦吧，宝可梦看到了，大家可以面找宝可梦，哇，这些人画宝可梦，一点点就吓死认真看，这对天亮看到会直接告吧？他们已经不排除提告了。哦、我们不是儿童向的节目，所以，对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您看到这个会有那种小朋友会的，那就请他赶快去睡觉，明天要开学。那跟他说你的手机可能漏电了。哎，对。吓死。这边呀，妈妈吃吉娃娃，妈妈吃吉娃娃。哦 no！ 哎，怎么说？怎么到我手都变伊藤润二？好 ，OK。希望下一家可以把它合起来。太难了吧！我已经很努力的救回他，只是这个要看下一家会不会救他。真的是伊藤润二哎、欸，他怎么这么爽？怎么这么爽？没事，我又成功了，把一部本来是普遍级的，瞬间变辅导级，你知道吗？天哪，真的，一张画的时间而已，我看不懂这一张到底是在画什么。变都市传说了，欸，没错。No no！ 哇，为什么？这个太难了吧！啊，这是怎么啦？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看一下，这要怎么办呢？我想一下，这个还在奋战呢，欸。他给我一个难题。哦，好烦哦！这是电，一定是电绘版用出来的哦，发疯！就说你要去买了吧？啊，我来看我的滑鼠啊！妈的妈的，真的是太难了。我这结尾还蛮和平的，真的假的？我们这边已经开始进入很恐怖的阶段了。但有一个，我有一个，我要把它救回去了啊！合体的，有人要把它合回去吗？真的假的？我可以预想到它上家很恐怖。太难了！这个地表就是吃的什么，好可怕哦！那怎么会有索隆啊？我真的不知道。完成，好。表示索隆传承下去，索隆传承下去。刚刚应该已经听到第三次丑龙了。对啊，你说丑龙吗？丑龙，丑龙，索隆不排除提高，好丑。龙系宝可梦也不排除提高。丑龙。哎，刚刚大家有讲话吗？没有。反正你明天来公司吗？没事啦。那你要去公司哦，你不是去皮克斯了吗？
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还在做梦啊？我明天就会去皮克斯上班了。对啊。你没有看桌上那张白色的信封是辞呈表哎、欸？挑战书。一个月前就跟你讲了。我最近一定是 Happy Game 玩太多了。我觉得图片已经开始恐怖。哇，每个都很恐怖啊。那个手到底要怎么喝的、啊？噔噔噔噔噔，那个吗？就那个。快乐是朋友吗？哎、欸，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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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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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哎呀，来了，见证，期待期待各位。啊，哎，很可爱的大牙，大尾牙。来喽，大尾牙。完蛋了，哎呦，完蛋了。那是不辨识吗？啊，一个新的碗了。哎呦，原来是想吃的部分。不是我想要的发展吗？是是。我完美的接下去的主意。完蛋了。好痛。这已经看不懂是什么。我天啊。然后死掉了，而且有细节，有细节，你看他手还垂下来，因为他挂掉了。真的有爱，哇！季节，季节，我的天哪！宝可梦不排除提高，可以可以，我还有画到正常的卡比兽，我有真的吗？对，这个这张好像结尾是正常，太好了！这次结尾竟然正常吗？死掉了。我记得好像中间有一图怪怪的。对，我看有谁在搞事啊？这个陨石又来了，你有多想杀啊？可梦想呀！哦，原来只是小，哦，是小石头啊！不是掉吗？原来是正常的，真的会救哎。卡比兽活下来了，太快太快太快！我接住了，他接住了，成功了，成功了，唯一的好结局。他现在活下来，好结局，好结局，好结局，我没有好结局了。那这表示接下来都不是好结局，是皮卡丘超壮的皮卡丘，皮卡丘，我这为什么了？是我是我，就你，我的天，你哦。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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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可爱，好恐怖！你拿不到吗？寄生兽，寄生兽了吗？哦，有陨石，就是那个陨石，是球，给我还回去，他竟然把他救回来了，哇！你可以换这个，你可以慢一点吗？等一下，我把它调一下。欸，它应该要重播。哎呦呦呦，变比较慢。Oh my god！ 哦，狐狸，他就是不小心被发现，然后他就后来赶快变回来，赶快变回来，变回来。哦哦哦！我觉得这样应该不会死吧？应该难。我差点，你有点危险。你太跳了，你跳太多了。哦，我跳太多了，是不是？我啊，我应该先捡啊！生气了啊！生气了，又是陨石，烂透，烂透！你不管什么都可以陨石哎，陨石睡着，睡着，睡着，吐他了吗？演技的，没道理，没道理，没道理。没道理，没道理，没道理，没道理。不管哪一个都怪怪。对啊，没道理，没道理。你最后定死。你有哪一张没画过陨石的吗？你有哪一张没有陨石？这个好像，哎，这个好像没有。还是他丢上去变陨石？你要想，你我记得我们在快乐快乐跟皮卡丘玩。我记得我这没有，只是没接到。你要确定没有呢？你要确定没有接到？有接到有接到。你怎么？要去拿花朵都在搞啊！生气了，开始攻击。哇！
没事，没有宝可梦受伤。恐怖气会，你才是恐怖气会师吧？你还敢丢下？你确定没有吗？叫什么？你确定没有吗？恐怖系会师，恐怖系会师。我说伊藤润二 fit 宝可梦，真的啊，好可爱哦！对不起啊，肚子痛了，肚子痛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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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当我是心理？小朋友真的会这样吗？为什么他喷火？变喷火了？怎么变喷火？沉迷就是沉迷，就是沉迷。他哭了，太流泪，他哭了。是卓毅。为什么救得回来？可恶！哇！我尽力了，我尽力了。很棒，你很棒。他烧起来了，哦有，烧起来了，自然有自然的感觉，喷嚏，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你看他的胃食道是这样子吗？你胃食道逆流了吗？要吃点岩浆吗？啊，我怎么有碰到他？啊，索隆啊，他是索隆哦，怎么突然？他是索隆啊，从哪里多出一把剑呢？第三出现了，为什么会变成第三把剑？哦、完蛋了，我转错边了。转回来吗？再转回来。我真的看不懂小光在画什么。在画什么？我尽力，我尽力。看不懂。转回来了，因为越来越快嘛，越来越快。好可以耶！有哎，不错，有这有，好棒啊！哦，有可以哦。一把两把第三把一个任天堂按的不他活下来了活下来这有活下来这有活下来按的不喜欢那你要确定下一张有活下来这个有没有就不知道了啊笑得也太开心了你有等下就知道为什么笑这么开心他用尽他所有力量了不是呀 ！Oh my god！ 他用尽他力气了，可厉害，僵尸版本了。他就在叫，没有没有，他叫他伙伴，他叫拉黑眼，拉黑眼，拉黑眼，真不错，自己女鬼，可以可以。小朋友要下属了，下属下属，他也是被扑出去的，天哪！水泥龟，大爆！血泥龟，血泥龟，血泥龟，好可怕啊！太恐怖了！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血腥呢？到底是发生什么？我觉得我们要回去再补充一下了。哦，好笑啊！真的，哎呦，那来一场最后一场的补充吗？好啊，好，可以，好，好，那就直接开始吧。嗯，没问题。补充好好玩哦。补充模式，看看啊，补充啊。不知道他会变帅。我要画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要画什么。你们怎么接？想一下哦。哎，快没时间了。好，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的爱情我忘不了。总一个人又不有效。哎哎，哇，他好厉害！这个我好像知道是谁，这不是七七吗？我知道你说到什么了。我反正不会。哎呀，还是把它变成，我知道了。我们把今天所有的图片拿去做成贴图。Holy shit！ 可能不能过审哦。对他没办法过审。哎呦，好，好，完成。刚刚有出现过的。
这不错。哪一个？其实我不知道我画的是什么。凯蒂斯，又是凯蒂斯。这是什么？我看一下。没有了。Yes， 一二三，完成。可是我说不小心把他脸画太方了，他真的很像哎。可惜不会画画，买电绘板就。就会了，那我是买了之后才开始画画的、欸。买电绘板也不费发发，不会发发，发起来，发发，我是会发发，我就会发发了。OK， 完成了。那不是血，也不是舌头，我们已经回到了普遍级了，好不好？真的吗？那我先擦掉好了。天哪！哎呦！我只能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普遍级小光了，我没有在血型， oh. 不是伊藤润光了，好不好？但是只有在动画模式才有可能出现。那么说，我们刚刚那只杰尼龟是幽灵系的，嗯，幽灵系，幽灵宝可梦。我一直很期待我眼睛哭出来之后下一个人会把它爆开了吗？结果没有爆开，就吸回去了，眼睛又吸回去了。Oh my god！ 啊、好啊，哇，这是这个哇，那我想没想法，我想想，哦，嗯，我知道了，嗯。糟了，伊藤润光再次出动啊！恐怖哦！你只休息了一回合而已吧？没办法，再出了一个我觉得有灵感的东西，有灵感就要画。哎呦！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怪物。这个可以变什么啊？朱雷德莫妈妈是怪物吗？那是另外一个的怪物了。啊？为什么他是变成？我看到了。可是为什么他有漏？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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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哎呦！哎，嗨哟！完了，那只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蛮可爱的，把它做的公仔。嗯？哎，不要！输了吧？啊，算了，救不了。那只到底长什么样子？哇哦！猪爹爹多，这来不来得及呢？还有，啊，可以，哎呦，完成，哎、完成！我觉得我很有创意啊，那么厉害，我觉得勉强。怎么有人跟？是这样？是什么、啊？等下我想一下，这样子要干嘛？这一定是喵哈！哦，完了，超可爱、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画、欸、哇，我没什么想法哎、欸。糟糕，超可爱了吧！我想到了，可爱到我没办法弄坏它。想弄坏它？我想到了，太可爱了，不能这么可爱啊！气死我了！哎，是个大草皮。哎，结束了，画完了，好简单哦。那是因为你不会，那是因为你不会画画，宝宝。没有，我真的画的超好。你们看到你们会说真的这样想、哦、真心厉害是可以呢是可以耶
没错，而且这个是普遍级的。Oh shit， 这样就变成限制级。我只是错了一下，我只是一个填充按错颜色，突然变成恐怖东西。看来也不一定嘛，对不对？哎呦喂，没事，不要乱按黑色，很可怕。背景突然变黑色，它就整个变恐怖的东西。好恐怖哦！瞬间。啊啊啊啊！完成什么？你说让他头上有血吗？那就又要喷血了。为什么你们那么 ？Oh shit！ 哦、oh. ，好像可以哦。哦，不然妥协了吗？好吧，你们都想要在在上东西上面做一些。有人说画画可以看出心理，你知道吗？哦，对，现场有心理怪怪的一个，就我和小光了，谢谢大家。哦，团团怎么办？团团压力很大啊。他是希望世界末日哎、欸。我希望世界末日，就不知道贴图可不可以上架。不哦，对，团团都世界末日，一直画陨石，那个陨石不知道出现几次。我有两个没有画，我有两个。团团就是那个陨石高手哎、欸。对，几张图？八张图，有大概三张图还是四张图都是陨石，都是陨石，都是有陨石，只有两张没有哦。你有算？你有算哦？就是我想看我要怎么把它变成那一只。然后这个可以画那个啦、嗯。这是什么啊？我想象不出来，这个太难了吧？哦，我现在正在挑战自我中。我也是，我在挑战自我。我现在目前从头到尾只画一样东西。哎、欸、我刚刚也想这样子哎、欸哦，好哦好哦。我刚也想要，可是我快破功了，真的假的？是不是碰到我的了？没有，我在想这个到底可以把它变成什么？怎么办？为什么一直出现自欺欺欺啊？可以不要一直出现自欺欺欺吗？被 YouTube 多画几只好了，收台的极限。这个可以接什么？这样好，可以，真的可以哎，不错，好了，不错，我自己在讲的，就这样了。这个是不是？对，这是新物种，是没有办法让我做一些不能做的事情。耳朵，好抱歉，耳朵忘记画了。你的耳朵没有解药，没解药哦。好了，帮画个毛，毛毛，还有一点时间着个色好了。还能着色？我操，你很快。那我先打个建成好了。东西，我画个草稿好了。又要陨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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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陨石，陨石，陨石系 YouTuber， 大家会想陨石系是什么意思？真的画陨石，完成。旁边那个好像那个、哦、午餐阿姨哦，完成，好，睡啦，睡呢。适应啊！哎，忘记把它上衣服的颜色。你没穿衣服，没穿衣服。哦，要被换了。哦耶，可以了。我的不错，我的不错。怎么又是这个？又是这个眼？为什么都有啊？为什么啊？哦，想一下。等一下，我想想、嗯，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才刚才说，怎么那么多自欺欺欺啊？对啊，那有点太吵了，救命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哎，思考一下。然后，嗯。这是啥？这到底是什么？这个不错。这个字怎么写、啊？
快！哎呦！没想法，好烦哦！这样子录。安妮啦，安妮，安妮，安妮啦。哼哼，怎么让他会感觉像是？对对对，对对对。哦，这颗好像画太大颗了耶。陨石吗 ？Whatever， 又是陨石，又是陨石吗？没有陨石，怎么那么多陨石啊？太多陨石了，这样很恐怖啊！哎呦，呀，哈哈，哎呦。这样真能画，闭住灵魂，我赋予他灵魂。哎呦，睡啦，完成，我又完成了一副旷世巨作，旷世巨作，旷世巨作，太夸张了，大家都喜欢旷世巨作。橘竹，橘竹，什么呀？哎，我刚才画过这个，这是什么？怎么办？我想一下，想一下是什么？不会这样子吗？哎，那么太过分了。这是，我想一下，我想一下。那帮画个睫毛。啊，画歪了。嗯。怎么办？怎么办？ Yeah. 我没有想法。没想法。没想法。然后画个帅帅的双眼皮。我看一下，我想一下。哦。睫毛，算了，不会画睫毛，放弃了。噔噔。嗯，太深了。啊！讲完太深以后就叫了一下、哦，我好像知道了什么，好像怪怪的哦。没有啊，你都这样子哦，我超烦啊！你要扯哦，你在扯，扯零，你扯你还扯，啊、好像、啊 yeah. 完成，耶、yeah.。啊！哦耶！我没想法、啊，这好不不知道，不知道，不明了。哎、欸，我想要。为什么？我的心，哦，心，哦耶！什么？我没想法，完了，他们等下就看到我一直涂涂改改，涂涂改，好像看不到涂改，看得到吧？有一些看得到，过程会有一点点。哦，哭了，哭了，谢谢大家，我好烂，哭大声一点，我好烂，我就烂，要有自信，大声点，我好烂，我好烂，就烂。你也烂，大家烂。还有一个，又是这一个，还有一个。Let me think, think。谁跟我想法一样啊？好讨厌哦！难怪我一直没说到自己机器，原来我就是那个自欺欺欺啊！让我想笑。在说什么呢？哎，这是什么？想看要把它画死。我好烂，我也没想法、啊。我也很烂，不知道要画什么哎、欸。大家一起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哎、嗯，第八张我做到了，我全部都只画一样东西耶、欸！好棒啊！好棒！哎、欸，等一下，太多。好 ，OK， 完成了。
等等等等等，我想一下，你都，嗯，左，哟，怎么又是他？对，怎么又是他？帮他画个眼睛哈。算了，这样好了。你说你每一张都画自己哦？没有啦。啊，真的假的？有办法吗？没有啦，我没有画到自己啦，因为那个自己的一开始是我出的啦。原来是你呀、啊！我想笑。太有趣了。没错，没错。嘿嘿，好哎，哦，成就 get， 完成，哦，好好奇妙花的哦，嗯，又不是看不到，等下看到了，啊，我都很好奇啊，真正，好棒，好哎，耶，哦，我觉得这个画最好。完成，耶耶耶！看喽，对，第一张是我的话，你还看不到？请看，请看，就啊，第一个很难哎，第一个是我，第一个是我，第一张你，哇，好强！想什么？而且是反光的那种。哎呀，怎么可以有这种要素？对啊，有 BL 要自己，很像哎，小光这样画到这样很像哎，小光你很坏，好猛哦，好强哦，我没想法，天才小子吉米，这是什么？小仙打架，好强哦，好强哦，超有创意哎，独角仙好强，你们都画眼镜哎。对啊，你是的，太强了！来看我的成就啊！哎呦，陈敏这个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像大哥哥。你很扯，你竟然是土黑吗？我操！什么啦？小康，你的想法竟然跟我差不多？真的？我们两个人是，我们两个是不是有那种？我们俩是不是有？对，应该也不会输人呐。哇，真的啊，蒲公英！哎，飘飘球，飘球，没有。哇，我脚太长，这太长了吧？这个想法也很……我看小光整个歪，哎，小光是不是压力很大？我看小光有一些心理疾病，谢谢。哎，哎呦。龟缸哎，龟龟龟缸哎，好变态！刚刚那个是什么？哇塞，我想一样的哎，主持会想，小鸡啄米，是鸡，小鸡啄米图，这是什么？这是哪里躺？躺过来的啊，躺过来的，哦，躺过来啊。起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画的。起飞的胸哦，嘴巴可以可以可以，有创意有创意。独角仙真的太扯了，独角仙这么厉害，独角仙我觉得是今天最扯的。怎么？又是眼镜，又是眼镜，国立你跟我一样哦。做一个球给你好了，又是眼镜，结果没想到竟然接到那颗球，折破了一个阿黑眼。另一个角度，好屌哦！另一个角度的哦，这有点厉害。环境里面独角仙，来哦！天注定啊！真是的，你奇双眼的眼镜吗？这是眼镜吗？哇，好强哦！好强，你好扯哦！你什么都这个，什么都可以跟大牙医有关，什么都有可以啊！全光是大尾牙。大尾牙，哎呦，大尾牙，大牙力，大爷，我刚刚临时想不到，哇塞，哇塞，哎呦，
这很屌哎、欸！你真的很夸张哎，好屌！不是，这是我给你接到啊，那是我，那是我，那是我。我过马路牵手，这是独角仙，独角仙，独角仙过马路。啊，好屌哦！好扯哦！竟然变只猫。哇，好屌、哦，也是有猫，是有点不一样，跟我的想法一样哎、欸。哎、欸，这有猫哦，哇，哎、欸，好可爱哦。那个那么难，竟然可以变这样。我们就想到好像鼻子的嘴巴，真的。对啊。你看，这是繁星的。你是在画谁、啊哦？我画了一个 RPG 的怪物。对掉，那个是反应，不错不错。后面有人，怎么又是反应？哦，史莱姆可以哦，长毛了，怎么跟我想的一样？真屌，七寸相机。哎，卓毅，你等下，卓毅，卓毅心里也有一点木头需要。哈哈哈！小荒吗？小荒太快了。小荒，小荒，小荒是谁啊？不认识哎、欸。小荒，小荒，蹲的，这好难哦。我有想法，这没有很难呢、啊。哎呦，掉重，这没有很难。哎呦，大家的想法都是，大家想法都一样哎、欸。好难哦。都是、啊、好可爱哦！他想法真的都一样，太扯了，太扯了，太扯了，这么强哦！大家想法都一样，大家想法都一样。你要确定？什么鬼？这怎么烂？超烂！那小荒是谁？小荒是谁？是什么？小荒。小黄掉下来了！哦哦哦！角落生物掉下来，原来是这样子吗？磁层掉下来了，角落生物掉下来了。哦、这好可爱啊！嘿嘿，我觉得我转得很好。哎呦 ，Q Q O O 哎，又是 Q O O O， 又是你！我忘记原本长怎样了。你到底多喜欢他？哇！哎呦！见血！这我就不懂了。好强哦！好强哦！神秘，为什么？哎，这也很强哎、欸！是啊。好啊好啊，打球打球。神仙鱼，神仙鱼，神仙鱼，对，神仙鱼，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哦，大家都蛮有创意的，哦，好强哦，今天大家都蛮有创意，除了小光，我很有创意啊，我是伊藤润光哎、欸，你后面全部都变订阅烂透，够了，你要叫伊藤到底，对啊，伊藤到底嘛，真是的，难怪。欸这是游戏的最后，当然要打广告。阿肘子订阅你，你遮住的，遮好遮满，我们会把那一段剪掉。笑死、啊！站在你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有，我觉得画得很精彩，真的，动画好好笑，动画真的好好笑，动画恐怖，动画蛮有趣的。我觉得，知道我现在一直脑袋在想卓毅刚刚那一招，我现在要去看我的后台被黄标了没有？不会，这没有漏，没有漏点吧？没有啊，那没有啊，那没有。不会，知道你在画谁？你在画安息我那一张。我没有这样讲啊，讲安息的人是你哦。哦哦哦，哎，哦哦哎，感谢大家的收看耶！耶，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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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了，拜拜，晚安，拜拜，晚安，拜拜。我先继续去开，拜。等下没有要开，嘿。啊，感谢各位呀、啊！那、太混乱了，感谢感谢。那就到这边喽，辛苦各位啦，大家拜拜。哦，陈米真的很强哎、欸，夸张。好，大家晚安，拜拜拜拜。